A 季世冠版本首秀2-0碾压第二季，这个比赛的过程可能让粉丝都没想到，可以说打出了极致的运营，两支队伍的实力似乎都不在一个层面。第一局 BP 阶段其实让粉丝有点慌，世冠版本那么多三体人打野，他们竟然拿了个雅典娜，看来确实有过研究。前期 AG 也没有和 DRG 有太多碰撞，人头没有太大差距的情况下， AG 的经济一直都能保持领先。而八分钟一诺在下路推塔时还顺便用一个大招抢了龙，对于 DRG 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。最后一波团战， DRG 想要切一诺，但反倒是梦兰的史莱姆斯被姬小满先手击杀，亚莲也被一诺点死了。整场比赛给人的感觉就是 DRG 没有任何还手之力， AG 赢得很轻松。第二局 AG 的阵容看上去也并不优势，无论是打野还是下路双人组强度都不算高，但凭借前期中意的一波抢龙加杀人直接奠定了优势。而 DRG 这场比赛梦兰的发挥很糟糕，连续两次都被中意在同一个草丛中蹲到，以这样的状态 DRG 本次世冠要想打进正赛的话就非常难了。哎，单线看这一波有点危险啊，就在脸上被宫本近身了，宫本还没交大，大招锁过去之后卡芬妮交一个大招，交了一个闪现位移过墙，但还是倒了。第一天看下来， AG 虽然练习新版本的时间不长，但把 AOV 和王者英雄的结合做得很好，看来挑杯的亚军也不是运气，而是现在的他们确实不弱。一诺在三个月的时间内适应了三个不同的版本，确实是很不容易，大家可以质疑他的心态和一些操作，但天赋确实是强，如果能够保持这种状态下去， AG 晋级正赛的希望还是非常大的。